嗨，我们现在要去福宁康公园，然后刚刚睡了很久的午觉，然后现在要去搭公车，先拜。我们搭的车子来了。没办法去公园了，没带伞，所以改逛杂货公司好了。先躲一下雨。500块，1万块吧。终于到了，肚子快被饿死了。它应该蛮好吃的，蛮多评价的，超多的，而且还蛮便宜的，1到10块钱，差不多200块台币。牛肉面，哇，好像很大碗，好像很好吃。那你不是喝汤了？没有自己喝到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这比较像面线。嗯，米线嘛，懂吗？是吧？如何？面条超嫩的，它们很鲜。这是在 Google 评论的话都可以拿到的点心，免费的。这是另外一杯 Google 评论送的饮料。酱很清爽，但很野的那种味道。吃饱出来又下雨了。他就不会生气了。我不生气。
Doors are closing.距离安全大使，大使，但其实我真的不知道他们到底要干嘛。每次在商场看到他们，就是两个人走在一起，然后在逛mall的感觉，或者是在聊天。这超灰超木，应该有点像是这里的汤姆熊的概念，人超多的。里面超嗨，逛完出来天都黑了，现在要去搭公车回家了，结束这一天。拜拜。